我们的执着，就像这个衣服上有一个黑点，它黑就是黑，现在，但是你洗这个黑点的时候，你会很撑，很起心动念很复杂吗？你不会吧？我们的执着，我们六道之心里边的执着染物，就像衣服上这个黑点，你可以用尽一切办法洗，用小乘，用大乘，用密乘，用一切法门洗，但是你起心动念什么？不就洗个黑点吗？是不是？你心里边不能了无挂碍吗？了无挂碍的洗这个黑点，明白吧？但是你要知道你染了，不要以为我们是已经是佛的品质了，你还不是，你身上全是黑点。那全是黑点的时候，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找不到我们的自信了，因为迷失了，让那些染着障碍了我们的慧眼。那么我们就用尽一切办法去洗，你现在所学的一切法门，所有的开示，所有你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去清洗，清洗这个黑点，但是用了无挂碍的心，不着相的心，你不要心中挂上这个黑点然后去洗，你就很难洗净它。就是洗的时候很苦，这些黑点是我们有没问题，那就是一件衣服就是有黑点，你不要挂在心上，然后轻松地洗它，甚至哼着歌跳着舞洗它，难道不可以吗？洗一件衣服你完全可以唱着歌洗的，清洗自己也是一样的。我甚至44我也忏悔，哎呀当时不做好了啊，什么忏悔，唱着歌跳着舞忏悔，唱着歌跳着舞洗，唱着歌跳着舞断恶修善，就是心里边先不要把黑点白点挂上去，你有几个白点也不要骄傲，有几个白点怎么了，你本来就是佛呢，还你早就迷失了。你有功德也不要去骄傲，也不觉得你有什么，有黑点也不要挂在心上，没关系，轻轻松松地把它洗干净。哎，这就是修道，你就会修得没那么累。你把白点挂上，把黑点挂上，你就累了。这就是菩萨普度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。没有六道众生，因为心无挂碍。心经里边，心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远离黑白两道，远离六道众生，心无挂碍，明白了吗？远离黑点白点，就这么说也是，心里边没有黑点白点，就是远离黑点白点，明白了，就没有恐怖。你的恐怖是来自于你怕死，来自于你怕堕地狱，明白了吗？没有黑点白点，你堕什么地狱啊？你本来就是佛，你有什么地狱？也不上天堂，也不下地狱，你每天就那么自在。